意大利面我是第一次听到，我也是啊。我们本来在做意大利面的时候，就会用一些虾头或虾膏去，藻取出来高汤。细炸扣啦，你甲看，这个面已经比汤多了吧？我料捞起来已经没什么汤了。你的这个戚风蛋糕看起来就很厉害耶！时尚玩家疯狂总部，记得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， 点击个钟仔，同埋 like 我的影片啊。